欢迎来到广州讯 King Autos。精选一，去年底展开预售的全新第二代二系列 Active Tour 已经正式发表。BMW 总代理范德也公布了 220i 及 220i Luxury 两款车型的正式售价，分别为172万元、189万元，比预售价多了1到2万元。不过今年配额只有600辆，而且接单已经超过250张，今年4月起开始交车。精选二，台湾福斯商旅预告将导入 California 露营车家族最新成员，也就是以第五代 Candy Maxi Life 为基础所衍生的露营车款 Candy California， 同时还针对多人座家用与商用定位的 Caravelle 车型推出原厂进口专属套件 Caravelle Van Life Box 豪野露营组，露营车玩家们是不是心动了呢？精选三，四月一号愚人节，按照过去的经验，这时候车厂应该会准备一些愚人节玩笑。不过 Toyota 却特别选在这一天发表 GR Corolla， 虽然没透露售价，但表示美国及日本将会在今年开卖。至于有没有机会比照 GR Yaris 导入台湾，目前还不知道。想要的话，大家快一起敲碗吧！精选四。宾士宣布品牌全新厢型车 T-Class 将于4月26号亮相，不只提供更宽敞多变的内部空间，更运动化的外观设计，更实用及便利的滑动门，连宾士一贯的舒适性、连通性、高品质和安全性都会保留，让人相当期待。精选五，台湾奥迪终于发表高性能四驱钢炮 Audi R3 Sportback，还跟着欧迪豪华性能家族一起现身台北信义区，掀起四环高性能热血浪潮。至于欧迪 R3 Sportback 究竟厉害在哪，快滑到影片下方文章，一起感受它的魅力吧。以上的大家快速回顾本周热门新闻，想看哪些延伸报道，快留言跟小编说说。更多完整报道，继续往下滑到影片说明就能回顾文章喽。喜欢影片记得点赞，还欢迎多多分享 ，FB IG 也要 follow 哟。我们下周再见啦 ，See you。